吃不了了呀！幸福老实人了呀，他拉了一血呀！啊！大哥，哎呀，开始折磨我了呀，怎么办呀？我可以，可以，这个为人可以。生气。先被折磨一会儿吧，看等一会儿能不能操作他。严重。没什么可怕，击退。这东西有点坐牢了，这个围让我有点难受。这围，你必须跟着俺，死给我！没底，这 nice 漂亮，好石头。等一会儿我们两个双剑合璧，双击飞让他，双飞让他。我靠，欺负我！好石头人，他我怕他出魔抗怎么办？那我们只有使出我们的激将法。上次对线一个韦恩笑死了，他就不会出魔抗了。你信不信？这个人很自傲的，他都玩韦恩上单了。击退。哎，你说 AP 别人为啥不出魔抗？坏了。将他们冲散。坏了。他这个人不上当，怎么办？没出魔抗，他被我压了呀！现在。哎，一完了是吗？秀完了是吗？秀完了你还上来吗？不敢上来了，看见没？他不像现在不敢上来了。你这么怂干什么呀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开大了！等会儿进这个塔，他会插眼。等会儿进这个塔，他没眼了是吧？哎，没眼了吧？没眼了吧？等会儿我要这里折磨他，等会儿这里要折磨他。顶他一下，进这个草。哎呦，这个人，来来来，让石头人来，让石头人来。这个人为人有点稳的。没事，我能顶。来一次石头人，让他双飞。好样的，石头人。激将法不成功，我反而提醒他出魔抗。哎呀，着了！打了打一个全所有人，打了个所有人，不需要补救。哎，记不记？杀不掉。完了，他们来人了！我靠！顶他一下，开大招摸他一下，电晕一下，闪现了，走了，令人恶心，做败魔！我靠！没见过这么狗的，嘲笑他，快大家一起嘲笑他，他出败魔，哎，裸败魔的维恩，他们冲散，没用的，打一套摸一下走了，裸败魔的维恩。来，石头人让他双飞，捏住。哎，他能杀，杀掉吧，我帮他顶一下。OK， 不能顶，把他顶一下就。裸了一个纯败魔。你必须跟斩。哎，好玩喽。好玩喽，这次人多哟。哦，喜欢玩韦恩。天使这一波四包四，二包四，四包四，来直接。哇，这一波都得死。哎，石头人这一波，但是没关系，不重要，先把他晕住。你吐了也跑不了，吐了也跑不了，吐了也跑不了。嗨。再来个二连，炫！哎呦，洗脑要。没关系，我顶住，我顶住，顶得住，干他！天使还有大招吧 ？Nice， 我知道天使一定给我大招，我就信任这种队友。哎，石头人开始嘲讽他了。
你以为打不动你是吧？来来来，站住！来挂引燃，先挂个引燃，再来个 WQ， 来来来，那我开扫描打，进来进来 ，A 一下顶开，来换个扫，啊跑，哎让他跑一，让他跑，让他跑，舒服了吧？啊，覆拜魔裸拜魔，完了直接投降了，击破他们的防线。石屯嘲讽了一下对面，大家没有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，没有点赞的点一下赞，这里给大家磕三个响头了。等会儿这盖伦有说法，他断我的线，等会儿我去找找他。哎，果然要断我的线，就 A 他，就 A 他，没关系，先 A 画引燃 ，A E， 啊别投啊，我拿一血了呀，别投啊。打一套，偷一波，偷一波，偷了多少？跑车先吃了，着急。这干嘛呢？这人好大的官威啊！你现在有直接白嫖了一个遗失的章节。哎，好好补刀了啊！现在把这个捞过来一下。不用理他，不必理他。他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偷到。打野偷一波，偷一波，偷了 几块钱。他敢过来吗？他敢过来吗？来呀，过来吃啊，过来吃啊，保证你回不去。一套就死了。画了一眼，小心！这一波偷了16，还行。两个都得死，多了。啊啊！我靠，不会吧？这个 Q 空了，快走快走，来抓我了，现在说了要干死我，你干什么呢？升级死不了，回家，哎，气死你，哎我不回，我操！哎哎！哎我操！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好了好了，别追了别追了，再追我要杀你了。还想抓我，偷一波多少钱？58，还行。核弹，哎，没死啊，先杀一个，一个 W 杀一个，一闪杀一个，挂引燃，用减速啊，哎，算了，给他们。你们拿不了吗？拿不了，我输了啊！先杀一个再说。再杀一个，完了。走吧，走吧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
想杀我吗？不给机会哦。急坏了，我操！杀了17个，对面投降了，受不了了。大家没有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，没有点赞的点一下赞，这里给大家磕3个响头了。